打通这个救援通道，我们快速的话，迅速的话突击分队，同时的话，这个滑坡体与27处这个塌方的施工，能够在第一时间呢同步的话，确保把道路打通，是吧？这对的话，下一步的救援意义的话有重大的救援意义。 这个应急通道的话，打通的这个非常难，因为呢，当时的话，这个山体滑坡下来的话，这是个悬崖，是吧？这是一条深沟，那么必须的话，把这面的话，这个土方的话，把这个深沟填平以后，挖机的话才能够下去，所以说的话，这个坡度非常陡。